我现在站的这个地方是挪威首都奥斯陆的市政大厅。这个市政大厅是每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奖的地方，所以是应该是十分重要、十分显要。进大门左手是门卫，门卫上有字，写着免费进入，楼下有厕所。门卫只有一个美女，在我右前方，那就是诺贝尔和平奖颁奖的地方。从1901年开始，每年都在这儿颁奖。我来这儿是为了上厕所。这个市政大厅特别逗，写着免费进，还有导游。欢迎使用他们清洁的厕所，里边有十分鲜明的标识。往左侧走是女厕所，在厕所两个厕所之间是存衣帽的地方。我要去男厕所。厕所内很明亮，都是这种圆的灯。有十分清洁的洗手池，里边则是厕所。尿池子的水很大，波涛汹涌，奋涌向前，一丝骚味都没有。